乱了。实际四大菩萨我们细想想全部是捣鬼机了。那我把地藏经别人读一遍我就知道它重点在哪了。别人可能在读那个词句，你包括阿弥陀经读的人也非常多，可是我就知道阿弥陀经里面的重点在哪，重点在于释迦佛叫他的弟子，我们都知道舍利佛智慧第一，连续叫他弟子叫了多少遍？37遍。很多人都没注意这个细节，舍利佛是智慧第一，佛叫他的弟子37遍，他的弟子没什么回应，光听的，为什么？听不懂佛讲。那最后谁来给释迦牟尼佛证明他讲的最多，讲的是最好最对呢？六方佛出来了，什么西方东方上方下方，六方佛出来干什么呀？出广场舌相啊，说什么呀？说释迦牟尼佛讲的是，哎，诚实言。佛来给做证明的，罗汉菩萨是做不了证明的，这就证明了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法门的殊胜地方。可能我们很多人读阿弥陀经的，可能都有的人会背，他不知道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实际阿弥陀经里面就讲了一句话，劝大家念阿弥陀佛呢，就这，实际就是一句话，是吧？那为什么劝你念阿弥陀佛呢？是释迦牟尼佛劝你念阿弥陀佛呢？啊，六方佛来给释迦牟尼佛证明，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净土法门是真实不虚。那为什么把舍利佛要放在里面呢？因为舍利佛是众弟子里面的智慧第一，这么有智慧的都听不懂啊，何况我们呢？所以你不要了解他的意思，你只需要听释迦牟尼佛给你讲，你念阿弥陀佛就完了，你念到底了，那你就智慧开了，你就明白了。连舍利佛都不明白吗？你怎么能明白？所以无量寿经上讲到，净土法门是佛与佛方能究竟，就是这个净土法门，实际无量寿经就给阿弥陀经又做了个回应。实际它里面你看讲了那么多什么48愿，讲了那么多优美的词句，实际就是给阿弥陀佛阿弥陀经做了个回应。做个什么回应啊？啊，净土法门是佛与佛方能究竟，只有佛这个品位才能究竟，菩萨阿罗汉是不究竟的，他了解不了这个净土法门的，他肯定是了解不了啊。所以我对很多经典都是别人一听，那我们再回过来，我们看看六祖大师他厉不厉害。读金刚经的人没开悟，听金刚经的人开悟了，太了不得了。所以读的人是在用嘴，听的人是在用心啊，他是心动啊，产生这种概念了啊。那我们在这个惯性法则里面，我们再想一想什么这个前世。我们有很多现在解说不清楚的人，你看他并没有学过什么东西，我就在想我可能不好使，哎，当过道士，可能当过和尚，也当过这个秀才，不然的话你不可能，你只能用这个方法去解说，不然的话你解说不通的啊。因为我讲很多东西都是就想讲这个啊，这就是我们讲的，这就是即按佛教讲的就是阿赖耶识里面的这种惯性法则啊。比如一个小孩子一生下来就热爱音乐，其实这是什么呀？延续了他上一生灵魂的关系，真的是延续了啊，这一定是延续了啊。有的孩子生下来就爱读书，有的不爱，有的人天生多愁善感，其实都是延续了上一生的心念的惯性力，这是个惯性力啊。有的孩子天生好静，有些孩子呢生性淡薄，有些天生脾气暴躁，这全是惯性法则导致的，不需要人教育啊，天然的惯性法则所致，所以现在称为什么？天生的啊，现在人我们都把它称为天生的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惯性的这种利益明白以后，我们就知道佛、老子、孔老夫子
之所以在这个世间，哎，行他的大道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让我们止恶扬善，把这个惯性啊，我们不受惯性影响，就是我们不受什么前世啊、今世的所有东西影响。今天我给大家讲，同样是一个种子，你种在土里遇到水，种子是因，水是缘，生根发芽的就是果。那你同样是个种子，你要种在这个桌面上呢，因为它没水没土壤，它也有因，可是它因为没有水这个缘，土壤这个缘，它是不生根发芽的，就是我们讲的止恶，我们把恶止住了，祸就不能产生。我们要扬善，这个善呀，哎，就会把我们给影响了啊。所以我们看了这个道理以后，哎，我们就会懂得很多事情，我们知道不对，可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为什么呢？实际就是自己的惯性法则起了作用，我们的控制力低于惯性力的导致，就是你的控制力是低于惯性力的法则了。那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了，知道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佛教讲的乘愿再来或者待业之身。什么叫待业乘愿再来？当你发的这个愿超过了你的这种惯性的所谓的这种业，你就叫乘愿再来。那当你的这种惯性超过了你所发的这个愿呢，那你就是待业之身。啊，就像我们的自控能力一样，你今天能不能控制这个恶？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你今天的正能量，反过来来说的话，就是你今天的这个正能量是高于负能量的话，那你今天所遇到的都是好人好事、好运。当你的负能量超过了正能量的时间，那你今天就是倒霉、出事不顺。这实际就是正能量和负能量的，哎，这种方式。那我们要一点一点的改变，不要急于求成，乃至于短期不成功就灰心丧气，这样是不对的。那我们讲到这一块以后，大家就会明白了，我为什么劝大家最少念3000万遍阿弥陀佛了。你在念的过程中，计数器在记的过程中，你的这种念佛的这种惯性就会代替你过去阿赖耶识里面这种恶的惯性，你把这个惯性就把它给压制了，到最后把它抵消了。那这个就是什么呀？把恶就止了，把善就扬了。你一定要养成习惯，你有一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别管它什么意思，你也不要把它想成宗教，你就把它当成一种口诀，你这四个字你就去念了。你念久了以后，你的这种惯性场能，它完完全全超过了你过去的负能量的这个数，你就会被它主导。啊，这也就是有很多人，我讲犯太岁的时间，我也有很多人也是犯太岁，可是呢，人家犯太岁运气非常好，又发财又升官的。没有一件事是倒霉的，他就问我什么原因，我说你念了多少遍佛了，他说念了2000万了，我说你这个就是愿大过业了，啊，那你肯定就超过他了，不受他影响了嘛，啊，所以当我们的这种坏的习惯超过了好的习惯，这就是我们经常骂人说这是屡教不改，你看我屡教育他，他就是不改。好，这就是我们不要急于求成。对于任何坏习惯，我们不可能立刻停止它，我们只有持续不断的刹车，才能最后停车，有一个时间的过程。就像我劝大家念佛一样，我今天念了10万遍，是不是？我把这个惯性还没有停住，我这个车还没有刹住呢。那我增加到100万遍，增加到1000万遍，那增加了2000万甚至3000万遍的时间，我这个车肯定就停着了。那这个道理一讲的话，我们就很明白了，为什么很多古大都让我们要读诵经典呀，长时间熏修啊，什么原因啊？就是让你啊借助经典的
这种惯性来把你过去恶的关系给抵掉，给他制止住。你过去爱骂人是不是？你一天给你封个三万遍阿弥陀佛，除了上班你念佛都没时间，哪有时间骂人啊？就像我也用过这种方法，我就说，我说人要想运气好，一个腊月三十天，一个正月三十天不要吵架，一吵架一年运气不好。很多夫妻两个人忍了六十天以后习惯了，就吵不起来架了。为啥这六十天都骂不起来了？他久而久之这个骂人的这种惯性他刹住了。我也在用这种方法啊，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但是如果我们不采取刹车的措施，这个习惯将会反复加强，陪伴你一生乃至更长时间。那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说我们实际在念佛的时间、磕头的时间、学圣贤教诲、学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实际是在持续的刹车止我们的恶。你看我们恶都多少代了，我们都不知道呢。今天我给大家讲这个清朝这个例子啊，大家有没有注意，清朝290多年有个惯性，对我们所谓的因果。你看清朝入关的时间是什么呀？寡妇带个孤儿进来了，290多年以后，最后走的时间也是一个寡妇带着孤儿走了。大家有没有注意他的入关和他的收尾是一个因果？你会发现他这个是个大因果，290多年啊。我们都知道最后收尾的是谁啊？慈禧太后嘛，啊，带着谁？孤儿嘛，没有父亲嘛，还是孤儿嘛，是不是？那清朝入关的时间，我们都知道孝庄也是带个小皇帝，也是寡妇带了个孤儿来了。你看这个因果可不可怕？实际我们在这个朝代的过程中，我们看他的因果，我们再看看我们自己的因果，我们自己也是在这个惯性里面出不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什么习惯？你看我是陕西人，是不是习惯吃面？这实际也是一个惯性。我们在这里面啊，在饮食上面和生活习惯里面，你会发现你这种习惯，这也是一个惯性啊。我就在想呢，我这个为什么祖籍是河南呢？我是为什么会被我爷爷因为参军跑到陕西去了？可能因为爱吃面有关系，就专门投身到陕西，陕西面食最多。你看这也是个惯性啊。我们要是一点一点的改变，不要急于求成，乃至短期不成功，我们也不要灰心丧气。我告诉你，你几年下来了不得。很多人就很奇怪说，秦老师你为什么转变了？我这个转变也是从2005年到现在也10年了，将近11年了啊。这10年里面在不断的把恶的这种惯性给它制止掉，善的惯性我养成，就养成这种习惯了，非常了不得。那我们人生如何要是不采取刹车措施，这个习惯将会反复加强，伴随你一生。就像我们很多抽烟的人、赌博的人一辈子戒不了，包括吸毒一样啊。那要是把这个惯性的东西我们再反过来就想一下，我们再看一看比尔盖茨，再看一看李嘉诚，他这些成功的人士，大家有没有注意，他也在一个惯性里面，人家是善的惯性里面，发财的惯性里面。我们古人经常在讲说富不过三代，可是我们都知道啊，山西的乔家大院 乔致庸，他的家族是旺了五代，他也是惯性的旺了五代。孔子家族旺了70多代，2000多年，他在一个良性和善的这个惯性圈里面，我们是在一个恶的惯性圈里面，呼好或者呼不好。那孔老夫子他的家族为什么在良性里面？就因为孔老夫子他讲了大道，他的后代都说我是圣人的后代，我不能给圣人丢人，他自己就因为这种念头的这种约束，他就不做坏事了。实际是受这个惯性的这种影响，就是我们要逐渐的这个刹车啊。那最后呢，我们要看懂了惯性法则以后，我们要给自己多一点耐心，改变自己的运气必须要和自己的惯性做斗争。
一定要和自己的惯性做斗争。你今天的这种善和恶有多大的这种能量，你把善要超常发挥，恶一定要改变。我们要和惯性做斗争，要把坏的惯性转成什么呀？好的惯性，这是需要时间的，真是需要时间的。那也有人非常快。我们经常佛家讲什么呀？放下屠刀立即成佛。他不是说你把刀放下就成佛了，而是你这个成佛的心，心里把刀也放下了。儒家讲什么呀？浪子回头金不换。就是我们现在能不能把这个恶的惯性给制止掉，这就是里面的改变风水命运的这个密码啊。就是你能把它改变了，真的能改变啊，就是把坏的习惯变成好的习惯，这就是个惯性法则。需要什么呀？需要时间。同样，从人生运气，从福气轨道往灾难轨道转也需要时间。每次干坏事，坏的反作用力回来回到自身后，都相当于给自己的好运给什么呀？给刹车。多次刹车以后才会停车，才会倒车。就说很多人为什么运气，我们很多人说我这运气为什么突然不好了，实际不是，你今天吸毒呢，你明天嫖娼呢，后天亏笑呢，又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哎，又做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的时间，你这个时间给你好的运气干什么呀？踩刹车呢，今天踩点明天踩点，你突然间倒霉了，你认为是突然间，实际是你在为人处事违背伦理道德是违法的过程中，给你好的运气里面参加了这个坏的习惯，慢慢把你给下去了。你让我去山西乔家大院，我听导游就给我讲，乔家之所以忘了五代，为什么呀？乔之庸手里面最兴旺，乔之庸给他们乔家家人定了一条规矩啊，我不见得能记全啊，我记着其中有一条就是什么呀？凡是乔家后人是不能赌博，这是第一。第二，不能掠仆，就是对这个仆人不能虐待。第三呢，不许纳妾。第四，不许嫖娼。这是我记得他这几点，我觉得非常重要。不许掠仆就符合《弟子规》上讲的什么呀？待婢仆慈而宽。然后当你和一个仆人计较的时间，由贵命就变成贱命了啊。那你不嫖娼呢？不嫖娼就不违背阴阳之道啊啊，还不许纳妾，还不许赌博，就把恶习全部就制止了。我们就知道有非常好的非常旺的家族里面都有什么家规，都有好的家风在里面，他一定是有一个规章制度让他们非常好。那这个我们再回头想到我们看的一句话是什么呀？为什么我们看见有作恶的人没有反作用力回来的祸事呢？就是他有一个过程。当一个人从倒霉运转到好运的时间，也有一个过程，就是踩刹车的过程。当一个人从好运转成倒霉运的时间，也不是一下就倒霉的，实际它是一点。我们都知道一个癌症病，癌细胞的形成要10年的过程啊，它不是一下得癌症了，它开始就有了，一点一点，它已经超过了自身的免疫力，超过了自身的机能，它形成了癌症啊。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人从人生运气，好的运气从福气轨道往灾难轨道转的时间也是需要时间的。哎，每次干坏事，坏的反作用力回来到自己的身体，就相当于给自己的运气刹车，多次刹车以后才会停车，就是这个道理。当你把这个道理明白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做坏事的人还没倒霉啊，因为他这个刹车有惯性的，他的惯性今天踩点明天踩点就出问题了。这就是我们经常听的一句话，恶不及不足以杀身，福不及不足以富贵。就是福你要不积累的话，它不足以富贵啊。
你看我们今天看到那些倒霉的人、出事的人，我告诉你，那个恶极到一定程度了，他就倒霉了，就发生这个事情，实际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好，这堂课。